新乡会推出多款特色菜及各类新增菜式，新派川菜、传统京菜、经典小炒尽在新乡会。北约客店3875 Dumas Road， 647-288-8899，施家宝店3290 Millen Avenue， C6754-8810。贾庆玲向18位希腊友好人士颁发了中西友好贡献奖。今年3月，中国政府决定从利比亚撤离中国公民，并请希腊政府予以支持。希腊政府在第一时间同意中方经克里特撤离人员，在危急形势下伸出援手。克里特省政府和各部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提供大力支持和便利，上千名克里特省政府工作人员和克里特岛人民与中方工作人员一起科学组织，密切配合，不分昼夜，不辞辛劳，共同创造了成功经克里特岛撤离13185名中国公民的奇迹。这充分体现了希腊人民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中西两国深厚的情谊。贾庆玲和克里特省省长阿尔纳乌塔基斯在颁奖仪式上分别致辞。贾庆玲在致辞中说，今天颁发的中西友好贡献奖凝聚着中国人民对18位获奖者、克里特省政府以及希腊政府和人民的感激之情，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西友谊的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中西友谊之树一定会万古长青。阿尔纳乌塔基斯代表全体获奖者感谢贾庆玲主席在访问希腊期间专程莅临克里特岛颁奖。他说，在协助撤离在利比亚中国公民过程中，克里特岛各行各业和各界民众热情参与，今天的奖应当属于全体克里特岛人民，属于长期以来为西中两国友谊做出贡献的人民，相信今天的颁奖活动将对西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颁奖仪式前，贾庆玲会见了克里特省省长阿尔纳乌塔基斯。贾庆玲说，今年3月，希腊政府积极协助中方撤离在利比亚人员，省长先生亲赴港口迎接首批抵克里特岛中国公民，克岛各级政府和当地人民都给予了热情友好的协助，使中国公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温暖，这体现出希腊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此向希腊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克里特省政府表示诚挚的谢意。贾庆玲表示，中国和希腊作为东西方文明古国，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国人民历来相互敬仰彼此灿烂辉煌的文化，未来双方应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世界和平做出更多贡献。中国政府愿积极支持中国地方省市与克里特省加强在经贸、旅游、农业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相信克里特省在中西友好合作中会扮演重要的角色。阿尔纳乌塔基斯说，我们怀着真诚友好的心情热烈欢迎贾庆玲主席到访，认为访问是包括克里特岛在内全体希腊人民的荣耀。希望西方协助撤离在利比亚公民时，帕潘德里欧总理即刻致电我们，要求全力协助中方。西中互为真诚朋友，也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在当前形势下，双方应更加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云禄等参加了上述活动。李克强首先转达吴邦国委员长对朴熙泰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李克强表示，中韩建交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维护和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朴熙泰首先对李克强副总理访问韩国表示热烈欢迎，并请李克强转达他对吴邦国委员长的亲切问候。朴熙泰说，韩国议会积极支持韩中关系发展，将大力推动两国议会青年民间交流，为韩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克强希望中韩议会进一步加强议会交往，积极促进两国政党青年交流，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广领域、更高水平发展。李克强表示，中国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重启六方会谈，推动半岛无核化，支持南北双方接触交流，实现和解合作，这符合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将继续为此不懈努力。朴熙泰表示，韩国赞赏中国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韩方愿与中方就此加强沟通协调。
李克强表示，长期以来，韩国友好团体为增进中韩人民友谊、促进中韩关系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和宝贵贡献，是中韩关系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李克强指出，中韩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源 远流长，中韩同为本地区重要国家，也是重要合作伙伴。中韩关系好，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地区和平与发展也有利。希望韩国各友好团体继续积极致力于中韩友好事业，促进两国各领域务实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中韩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做出新的贡献。韩方友好团体负责人高度评价韩中关系的良好发展，表示愿意两国明年建交20周年为契机，大力推动双方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深化韩中友好。李克强还就各友好团体负责人提出的推进中韩自贸区建设进程、共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等方面建议做了回应。欧洲领导人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银行业同意将持有的希腊国债进行对半减计，即欧洲银行持有的希腊国债票面价值将缩水50%。以此计算，欧洲银行业将被迫承受高达1000亿欧元的损失。Unser Ziel ist es, und das ist auch so vereinbart worden mit den Gläubigern, dass die Verschuldung von Griechenland im Jahre 2020 120% beträgt. Wir glauben, dass dann eine gute Voraussetzung dafür geschaffen wird, dass Griechenland wieder an den Markt kommen kann. 欧盟领导人警告说，如果放任形势继续恶化，到2020年，希腊债务占本国经济总值的比例将达到180%。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扩容问题是当天会议的另一个焦点。据法国总统萨科齐介绍，欧元区领导人同意利用杠杆将现有的欧洲金融稳定工具规模放大到10000亿欧元，以应对债务危机。此外，为了整固银行业，欧元区领导人决定在2012年6月底前将欧洲主要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9%。有分析指出，为了满足这一资本金标准，欧洲银行业可能需要增资1000亿欧元。欧元区领导人当天敦促意大利加大力度巩固财政，实施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并对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所做的改革努力表示欢迎。希腊债务减计被认为是本次峰会达成的最大成就。根据这一协议，希腊债务减计比例高达50%，相当于为希腊减债或注资1000亿欧元，极大地降低了希腊的偿债压力。但分析人士认为，减计债券或注入资金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希腊自身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此外，允许希腊减计债务对欧元区的最大风险在于，投资者会担心别的欧元区国家出现同样的问题，并抛售欧元资产。实际上，此前银行业不愿意接受如此高比例的减计，就是担心过大幅度的减计将冲击投资意愿，伤及银行业信用，反而引发危机蔓延。这次峰会还同意将原本4400亿欧元的金融稳定救助工具放大到10000亿欧元，但有经济人士分析，这一计划同样需要投资者出资购买相关债券。考虑到目前希腊债务问题前景不明，投资者信心不足，该方案的最终效果如何仍是未知数。欧盟领导人最近频繁会晤，的确已经意识到了欧债问题的严重性，但商讨过程中的迟疑和纠纷表明，在欧元区金融经贸一体化高度进展情况下，欧盟机制在政治决策力、执行力方面还有迟滞，解决这一问题还将面临更多困难。